怎么说啊？想让他为你挡风遮雨是吧？谁知道风雨都是他带来的。其实一个女人在这个舞台上，在说一只螃蟹的事情，在说我脚疼要去坐车的事情，这已经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你跟他在一起八年，他不在家的日子里是你帮他照顾父母，付出的太多，觉得不值得，但扔掉又觉得已然付出了这么多，又会太可惜。的确，男人有些事情是不懂，是要女人教的，但有一些事情是本能。我女儿出去吃饭，还知道兜里给我揣个鸡爪呢。她看见我手疼，还会给我吹一吹呢。这是需要人教的吗？这是人的本能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，只能说明你心里压根就没有她。桌上所有好吃的，当然得自给自己的妻子留一留。脚肿了，当然应该打车，甚至背着她走，这是需要教的吗？如果这也需要教的话，这样的人太悲哀了，你嫁给这样的人，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回家了，辞掉了工作，他宁愿每天早上躺在床上睡懒觉，对不对？对。至于那些什么马桶上放什么，那个不重要，那是生活习性的养成问题。但我只想说，作为一个成年男子，他有没有心放在你身上？我不是说他不善良，而是接下来要说到你的问题，因为你长久以来这八年，你就告诉他，我不会累的，我也不会痛的，我就是个机器人，我扛得住的。但你扛都扛了八年了，你今天说你扛不住了，你说你要成熟起来啊，你要帮我分担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别人无需关注、无需去疼爱的一个角色上，这会儿你要爱，别人一时半会儿怎么掏给你？其实刚才在场上你说有一些话的时候，其实让人挺寒心的，但是反过来想一想，问题是双方互相所促成的。所以今天你要告诉他的就是，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也会累，我也会伤心，我要被尊重，我要吃螃蟹。所以既然是夫妻，这八年我累了，如果从今天开始你依然把我放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，对不起，现在说再见还来得及。刚才主持人问你说，你以前就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说现在看来好像不是太了解，因为是异地恋。行啊，那现在回来了可以好好了解，如果了解到的确彼此不适合，没生孩子还来得及。但如果了解下去之后你觉得哎，他变好了，那你们就像重新开始恋爱和婚姻是一样的。但是我希望待会儿在六十秒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感谢这个女人对于你父母的付出，你明白吗？不要做个没心没肺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我们把几位老师的观点都梳理一下，你会发现有几个问题都存在于这儿。第一，老师们劝你不要怀着对未来的害怕去生活，那就是更阳光更开心的往前走。要不要孩子你们俩去协商，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。一个男人通过教育能不能成长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关键是不是你要教育他，你是要提出要求的人，你是要他明确顺其自然，别太努。你们的生活一定要顺其自然。有些人那个就是缺这个，他天生他大条，那个神经上面他就没有。有些人又特别细腻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今天在这里听了你说了这么多，才知道原来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我之前确实做得不好，以后我会为你而改变的。我相信我的改变会让我们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。我会更加爱你，更多的去理解你，为你着想。孩子的事儿我听你的，你说要就要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感谢这八年来你为我和这个家的付出，
媳妇儿，对不起。好好好。听其言，观其行。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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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剧里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看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一生相守不弃。就在一起，谁都不许说分离。这段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去吧。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媳妇儿，这么多年来，确实太对不住你了。是我确实做得不好，我以后会改的。我会为你，为我们这个家多多去改变，会为了你去着想，会多爱你些。以后我回来了，我会把我那一份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，像个男人一样把这个家撑起来。媳妇儿，我爱你。来来来来，祝你们快乐啊，请回。